是我，我答应过我会重来。你是中国人吗？对啊。谢谢。再见。为什么会来这儿？有些往事已经很模糊了。有没有想到过要回去？如果你愿意，我想……要有如果，可能很难的。你只是路过这儿，为什么认为你可以带走什么？一直没